老干妈辣椒酱，欢迎收看班班和 Tibo 对天机第一集。今天我们首先要向大家介绍如何用刀和叉这种奇怪的餐具来吃我们伟大的传统的老干妈辣椒酱。你是不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叉，这样来切我们的老干妈辣椒酱呢？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你应该用叉子直接在辣椒酱里舀一点来吃哦，像这样不要把油掉到地上，